觉得有点难过。始めましょうか。任せるがよい。无人陷入，解除魔法驱动。哇，这一拳可以打四个，好爽、啊！晕眩吧你们！哟，晕的亚历山，再度激励一下，激励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结冻也是很厉害的。刚刚就让阿靖结冻到位，哎，都没有动到啊！哦，他们的速度好快哦！无影斩。班长先留着，因为要解除驱动。班长最会用魔法，亚历莎感觉不一定会用魔法，所以我们先把班长留下来，不然班长简单来说就是要死了。刚刚给他留个情面，哦，我们还是来侦查一下吧。侦查在哪？上面。小飞要死了耶。娇小的原少女列兵，为什么这样说？不是原列兵的少女，原少女列兵听起来很神秘。铁碎牙，因为两个应该还可以活。小飞白，小飞白，哎，亚历山死了。啊，算了，没有他，反正侦查什么的，第二轮。小飞死那么快，我也没办法。不，亚历山死那么快，我也没办法。勇猛的女剑士，好。啊，嗨，是个补血。是啊，他干嘛都不用魔法、啊，班长，这样我会很难过啊！别睡啦，班长。看看班长，侦察器，口雷，拥有全能第一头脑的班长，便以魔导杖进行掩护，还边发动强力的魔法。哦，我讲完就用魔法啦。不行，学长没有。要解除驱动，红叶切。解除驱动也杀了哈。其实还蛮 easy 的、啊，我们根本连 SG 都不用放这里。刚才是紧张的。嗯。亚历莎什么都没做就挂了。没有，亚历莎是舍不得打我，因为阿靖不一样，是觉得他真的没事。亚历莎是舍不得跟我对峙，所以他就假装晕眩，然后到直接到死亡。到此为止，是混成队获胜。哎呦，打得还挺棒的、啊，我可不能也再悠哉下去了。输了啊，略逊一筹，不愧是离了你们。遗憾万分，我们也相当的勉强。哎呀呀，真是个后生可畏的小姐们啊！呵呵，米莉阿姆同学辛苦喽，辛苦了班长。混成队的实力大概就是这样吧，之后再做总结。最后是班长队和副班长队出来。哦，你好好奇班长队跟副班长队如何？应该还是班长队，我的老婆们一定获胜吧。硬硬的说的太好啊，那是因为老婆为了顾及李恩的面子，回家你就知道了。哼，大概就是这样吧。最后的模拟战也相当火热呢，虽然是场不错的比赛，
只是一瞬间的破绽，没想到被逼到那种地步。果然他们最输。该说真不愧是劳拉和菲呢。如果只论战斗力的话，就算加入二年级生一起比，应该也能打入前段班吧？肯定的、啊。如果只有我们，应该没办法做到那种地步。呵呵，你有这么觉得，我很开心。总而言之，各位都努力啦。不过话说回来，李恩等人的混成队果然还是很变态耶。居然说变态，没想到两场战斗都能获得胜利，还挺顺利的。我想应该归功于学长和米利亚姆吧。不，我觉得你也相当不错啊。我以刮目相看哦。哎呀呀，还是老样子，尽量学生打这种荒唐的模拟战。建议的声音一定是那个教官，男教官，军官教官。你有意见吗？啊，奈特哈尔教官。哎呀，在实战时连战也不稀奇吧？该如何应对实力相差无几的对手，也是兵法之一。我是不否认。为什么奈特哈尔教官会？难道要我们就这样和教官打模拟战？哈哈哈，不是不是，下次的特别实习和上次的帝都一样，规则有些改变。因为他也有参与事前准备，所以我叫他来。规则有些改变吗？真令人期待呢。这样也好，就直接发表实习地吧。去哪里？黎恩、劳拉、艾玛、尤西斯、盖乌斯、米利亚姆去雷格拉姆。雷格拉姆，果然雷格拉姆就是劳拉的那个。哎，一样吗？不是不是，对啊，就是你讲的那样。哦，对啊对啊，就是之前在那个报纸上有看到的。对啊，亚丽莎菲、马西亚斯、艾略特去。朱莱特区，朱莱特区哪？没错，克鲁琴州的南部，一座湖边的城镇。然后我猜会很困难的城镇，不对啊，会很困难的理由是因为到时候我们会去那个城，然后可能会遇到些什么。终年浓雾缭绕，也有许多传说中的古城，中式古城。要是我请假的话，差点就要多跑一趟呢。呵呵，的确，还有另一个朱莱特区，帝国最西北边的旧自由都市的名字，应该是帝国政府的直辖地。哦，那里啊，大概八年前左右被大苏合并的地方。哪说的大苏是哪个？米利亚姆，就是宰相啊。宰相把他攻的，那个大苏是应该就是铁血宰相吧？记得是。讲话要再含蓄一点啊。为什么？他也不在意啊。总而言之，虽然两个地方都很令人在意，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至今为止都没有出现过。最后一句，两天的实习期间过后，请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的确，至今为止都没有说过这样的句点。这是，呵呵，关于这件事就由奈特哈尔教官来告诉各位吧。知道了。各位在个别的地点实习结束之后，就那样直接搭列车集合。集合地点是帝国东部加雷利亚要塞。加雷利亚要塞，为什么？镇守在共和国侧国境的帝国正规军一大据点。结束平常的实习之后，还要去那种地方吗？这只是平常实习的一环，在加雷利亚要塞，我也会以实习教官的身份和各位集合。但我们预计要完成那个地方才有的特别行程，特别行程。哇哦，感觉很有趣呢！别光只觉得有趣啊，呵呵，才刚加入，好像就是一个艰难的实习呢。怎么了？他想到可能会遇到他爸，没有。总而言之，打起精神来吧。还有，在加雷利亚要塞，我也会加入。为了不要让我可爱的学生被顽固的军服哥哥给欺负啊！本人并没有打算做出超脱训练课程的不合理训练。别把我和凭某个凭感觉做事的教官相提并论。他
吵架，火花火花，叮。他们都闭着眼睛，总觉得好担心未来啊。这样感觉好像他们在事前就已经预计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了。神行猪听起来很猛哎。神行，等下再来看看。零，来看一下哦。哎，还去睡哦，李恩。这样啊，今天是实习的，虽然好像还有时间，差不多该起来了吗？因为在晚上训练，所以还很困。他推开门。哎、欸，安妮刚的哦。喂喂，什么？什么？这样叫醒人的那个位置，这样对吗？会看到酷酷啊！好啦好啦，你早く起きなきゃダメだよ。哎哎，列車が行っちゃうよ。列車好酷。こら、女の子が走ったら。真的是这样子？水落ち。操心哦。みんなで。哎。他在让他死掉吗？到底哎、欸，今天的李恩真的有点过分哦。香蕉算是点心吗？李恩要疯了！快下去啊你！李恩要疯！来たか。李恩疯。おはよう。どうやら散々な目に遭った。非常糟糕的对待啊！おかげでバッチリ目が覚めたけど。しかし、よっぽど楽しみで仕方なかったんだな。太过分啦，李恩，必须死。所以他说他不看了，他生气了。しかし今回はラウラの故郷か。ラウラって故乡呢？霧と伝説の町だったか。おい、传说之城。そこまで大層な町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真的，主角光环啊。風光明媚なのは確かだから。みなをさ、アリサやフィーたちが来られないのは少し残念ではあるな。そうですね。没关系啊，劳拉，我陪着你。我猜他背着大包包，哎，没有，我想他带一堆零食。ユース。尤其是也被这样对待吗？これはまた。一次对待两个。このガキをどかしてくれ。哈哈哈。これで揃ったね。それじゃ。黑组 ，Let's go！ 游戏怎么了？有人说看游戏室的人物笔记。天敌是米利亚姆，或许是因为原本便具有讨小孩喜欢的体质，他似乎常常被不断亲近他的米利亚姆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啊！太好笑了吧？他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这样子？刚刚这有亮亮的，信封放了某个东西，星夜贴纸。哦，哎，密室题的签名和120号的流水号，他偷偷过来给我吗？应该是明信片没有被采用的话就拿不到啊。啊，仔细看还附着便条。上星期能收到话，开心很开心。不好意思，擅自拿你当话题呢，所以就这样送给我，居然亲自来跟我说来上星期的节目里遇见密室题的事情被当作题材的，所以才送贴纸来啊，机会难得，给好好保管。你人在做什么？认识的人寄来的哦，感觉还真是意义深远啊。身为学生还是适可而止，不是那种可疑的事啊。总而言之，出发去实习地吧。对啊，游戏是没有画面的，为什么？
游戏师也必须死了。哎呦，米莉亚姆只是个孩子。